嫂昆凌今年诞下小女儿，升格为三宝妈。不过她近期出席活动时，纤细体态完全看不出，才刚生产不到半年，产后复出状态良好。不过她近日受访时透露，自己应该不会再生小孩了。她坦言拥有三个小孩后，时间被压缩了，经常是大的睡了，小的又醒了，要刚好碰到孩子们同时睡着，才有时间好好保养自己。此外，她还透露大女儿小周周今年满七岁，正是对妈妈的美妆品好奇的年龄，还很喜欢拿自己的珠宝往身上戴，让周杰伦每次都紧张的追着女儿跑，就怕女儿弄丢妈妈贵重的首饰，可爱的举动笑翻全场。